我与其不要这些冠军奖杯，我宁愿不要。那我希望可以换取，可以在这边有第二个十年、第二个十一年，继续跟这些小朋友一起练独轮车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成为少年捕手。啊、是这个样子吗？不是。要不要认真练？不要。看我要不要认真练？不要。看我。